来。加部落吗？按下喜欢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加入LINE群，掌握即时资讯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拥有专属的村民卡，一起拥有更多的部落故事吧！野人七号部落祝大家一定要幸福哦！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。我们你早安。我们现在人在寒碧楼吃早餐，不是我们孤僻放在这个角落的位置，是他们的贵宾的礼遇。他们觉得我们就是应该在角落，不要被受打扰。但其实我们现在很想被打扰，因为来住这边都是达官贵的，我们应该这样子跟别人敬点。Hello， 早安 ，Good morning， 请问你从事的是？我是某某那个什么企业什么的。你们是在拍野七哦？我跟你讲，我很喜欢野七，不然我现在资助你们好不好？300万左右，300万。300万哦，勉强 OK 啦。我们现在吃早餐，丰盛的早餐，吃完之后呢，要继续。带大家享受一番 ，OK。早安哦，早安，来帮我茶，喝点喝点，谢谢，对，我了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意向，把你叫过来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我觉得昨天好像有点太欺负掌口了。哇！虽然说规则是由野七的村长定，但不能没有那么礼貌。就比如说，人家在录影的时候，你躺在那边，不要那么有礼貌。我的功能不就是搭话吗？搭话有规定姿势哦。OK， 他 OK， 但我觉得我昨天为我的行为跟那个杂哥有点抱歉。虽然说野七的规则是村长定，但村长很欺负你。毕竟我们来到这个这么贵的一个别墅 villa， 还是要有人下去。可是为了不要让大家就觉得说我好像欺负你，所以你就录一个那个。说谢谢昨天村长，我很喜欢这个游泳池什么什么这样，剪在你下水之后，然后起来的地方。OK OK， 那我帮你拍嘛。好，这样会又更在欺负你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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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哦，谢谢村长，就是让我体验到这个 villa 游泳池，游了一趟，真的是身心舒畅。而且你算幸运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这、就是三生有幸。真的哈、哦，哎、欸，有欺负你的感觉吗？没有，我很开心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我们截个一下。对啊，拍到我很麻烦。你为什么那么像贵妃？贵妃不是吃荔枝啊？我想吃荔枝哦，我知道。变我是白雪公主，你是巫婆，他在变装哎。婆婆怎么啦？婆婆，我在卖苹果，要不要吃一个 ？OK 啊，要不要吃一个？苹果。好了，故事是这样，白雪公主就这样去世。王子啊，王子，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中毒了。我的白马王子，白马王子也够吃了。哎，收一收，猪八，对，我要闪，很帅耶，丑毙了，超丑，被人家搞乱七八糟。好吗？过来看一下。哇，很像那个。赞了。哎，我没住过这间。这间很棒哦。对面哈，如果云雾开，就是台湾的百岳；山的另外一头就是花莲。他故意让我起白墙，就是让我再来住一次。对，真的要有一点期待。那我帮你准备一款王一楠专属的纪念酒。
它那个酒标啊，都是我们原装进口的，从摩尔多瓦过来。我们的软糖很好吃，自己做的燕麦饼干，冰箱里面像意大利啤酒啊、巧克力，尽情享用。你看他们的用心程度，我真的是小巫见大巫。我们那什么 Key 背包客栈，屁花莲，没有屁花莲，它就是不同的精神啊，价格也不太一样啊。一碗多少？一碗多少？一碗300、400，你想怎样啦？不一样的东西嘛。下面还套很棒的音响，要不要来看？要。现在那个宾利汽车啊，它最顶级的车款就是用 NAND， 要最顶级的，才用那个。对，最顶级的车款还用 NAND。这套是我刚换的系统，它有 CD， 也可以蓝牙。那也有那个 APP， 甚至连广播都有。哇，这一套也太屌了，这套百万哦，整套包括扬声器，它这个品牌叫 Focal 啦。那它在那你要说 NAND 是什么意思？ NAND 是它的播放器，它的品牌做扬声器的在法国就是 Focal， 然后做播放器的在英国叫 NAND， 两个都是同一个公司，对，都是同一个。你知道？要喝那一罐了吗？刚刚那个整个正少来这边播的音乐都要这种，不要那么给我播了一些什么你们听过平常的流行歌曲。整个房间最有价值就是这个位置。我已经做了。起来。你假装。你做没错，你就一个人。帮我放那些。然后就放水雷接放，砰砰砰砰。庙会音乐都出现了，老梗了，不要再放那歌了，老梗了，放真的放的音乐让我享受一下，谢谢。OK， 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们没有穿衣服？我们没穿啊，我们有穿 ，Rita。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是香槟金，你们小金装嘞？又轮到我跟你 PK 了。现在吗？现在开始啊！我如果甩到我自己跟粉丝，就是要穿。甩到！你笑不出来，我也笑不出来。我是甩到什么？你不用，可以哦，你不用短管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怎么要甩，快点。好穿。你的不过就跟我一样啊。好穿。要先进去吗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主要是不要影响其他客人。谢谢欧文。那就我帮你上吗？怎么又穿上这一套？这里好好笑。哎，我们真的一定要再甩一个，就是什么时候不要穿？我现在帮你上热茶，是还有一个庄园下午茶。哦，还有下午茶。对，然后另外等一下那个叫酒肆时光，就是有些客人，尤其男生哦，吃甜点不一定习惯，他可能想要下午吃个起司啦、萨拉米，在欧洲有很多这样的下午的体验。不开车的话，所以我们现在有推这个酒肆时光，啊，客人反应很好，我们叫男人的下午茶。我们已经不开车了，我们已经不开车，我们就车谁都不想开，不想开，明天开，明天开。那这边为你们送下伯爵红茶。先为你们挑一下，你看他那个茶，我都超用心。非常香，非常好。那我们这个就大家尽量享用了。OK， 没问题。要拍照吗？拍什么？拍我们干嘛？不，重点是欧文他们都觉得好像见怪不怪。对啊，好像没什么。镇定。所以，所以我们只要镇定。我们尊重每个客人的。生活方式癖好，你看人家在笑我们了啦，要镇定，镇定镇定。我这晚上怎么吃得下？对，下午茶吗？对，起司啊，小黄米，厉害，真的厉害。来清静，来这边哈，就是说的，就是清静，心要清，心要静。那你就是等于说开车一路要奔波辛苦，车停好。其实男生真的不想再开车，你有时候开车开到五岭去，还要爬山，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？所以我们就是只开到这个地方，车停了，给自己一天的时间休息放松，跟着家人，跟着另一半，吃的这个酒肆时光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老英格兰所推出的酒肆时光。重点是我们的下午茶，想花钱还花不到。不好意思，又被招待了。这次是这个是西班牙的，所以酒标跟你们房间不太一样。这次很适合搭这个萨拉米起司。起司跟火腿我们都有不同的种类，尤其那个我们的这些核果搭配酒的话，都会有不同的味道。
懂红酒跟懂吃起司火腿的人，你不觉得你会爱上他吗？很帅，他还讲哦，这搭配什么？对我来说，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就是一样，我就是很没品味。但你看刚刚在欧文那一介绍，那个感觉，那个氛围。哎，那我想要问一下品酒。晃啊，要先看色泽，看它有没有挂杯，然后闻挂杯就是它的那个痕迹有没有。那个痕叫什么？它有酒痕，酒痕比较慢，就代表它那个红酒的品种是很不错的，就看它的酒痕。那为什么现在开红酒都不用洗酒？它当然是一些不同的状况，你一开始喝，跟我现在开了之后，整个层次还会不一样。红酒其实它的故事蛮深的。那我就先不客气了，拿着这个火腿。慢的吃法，好吃哦！口感如何？怎么样？快点，是不是要喝一口？起飞要！起飞要！不要笑，笑是这样，笑出来。那女生也可以享用，没错，这就是女生在吃的。你们一定要吃一下，不要客气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好好吃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帕玛森火腿，它里面还脆脆的。这个就是那我们讲的萨拉米啊。搭配起司啊，搭配腰果，又在这么漂亮的这个餐厅里面吃饭，我觉得是氛围啦。你一进到之后，你会觉得很度假，有一种真的放松的感觉。这个音乐这样子感受，应该又是百万音响。对，苏格兰的曲风，你看这样看过去那个钟楼啊，今天刚好又下点雨，真的很有那种氛围。好香哦，你们赶快吃吧，赶快吃吧，请开门。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场方式？一个享受现在我们住在这么高级的一个，这本身是庄园，对不对？算庄园，算庄园的一个地方里面。现在有一个事情要讨论，请说。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因为规则是自己定的，你都要遵守啊。可以改啊，因为表决吧。但是你要改的话，你就必须要通过部落的长老，或是部落的村长，或者是村长夫人啊。村长跟村长夫人都在这里，哇，好像有公平。所以我自己决定哦，不是这样讲的。我觉得你讲，我们听听看。我们再来撒一次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晚上要吃很屌的晚餐，再配上他们的音乐响宴。达官贵族或是很多有 sense 的人，我们真的不要这样子在那边给他见笑。接受。其实我们这样对媒体之后，我们也觉得丢脸。说真的，这样我们就穿个正式一点，也不是正式，就是简单一点。正常的啦，正常的时装。长官你也不用撒，就我撒来你做。你们一起决定吗？我一起决定。同进退。同进退，但是有六格嘛，如果到粉丝这个是一格而已，对，我穿你不用穿，到你们那个你穿我不用穿，但是只要是其他格，我们两个都不用穿，这样合不合理？这样合不合理？要么就是都不穿，要么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人穿。对，好像我们村民才可以接受说，哇，耶，吉阿布罗嘛，这样子。好，二楼，来，来，要转，要转，要转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不用穿，不用穿耶！不用穿。谢谢村长，先脱了，先脱了，先脱，不管了，先脱了。哎、啊欸，不用再穿了，拜托，我们好好享受一下。到今晚而已吧。你讲一句非常屌，敢不敢？明天早上再甩，要不要穿？然后甩到你直接穿军装，要不要？包括你们，要不要？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敢不敢啊？敢不敢？这个板子。管理没有，敢不敢嘛？敢不敢嘛？我刚说了，敢不敢？敢不敢？不敢。我在跟马飞哥两个人在讲话，是不是一个 team？ 是不是一个 team？ 同一个。对，明天早上决定哦，就这样子。OK， 就先这样，拜。那他们是活动嘛？ Hello， 干嘛？可以再下来一点吗？快点啊！赶快弄，赶快走，别丢脸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让老鹰哥来蒙羞了。你不要那么急，你好像想赶快开走。我很想赶快开走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就其实在这过程中呢，三天两夜我也没有骂你，我也没有责怪什么，但其实我心是在淌血。出什么了？我车子这样子搞什么了？土豪的表现呢？找一间最好的包膜，我要换颜色，不能伤到车子。现在给我弄，明天我去。明天呢？明天这么赶哦？快点，多一天我少开一天车。哦，对耶，反正我这几天都要露营，我开不到车。那你怎么回来？不关你的事，赶快弄，赶快找，来喽，来喽！帅帅帅帅帅！哇！
哇，好亮哦！其实很好看。对啊。我们都要想好了。怎样？我们就把红的跟灰的改成金的。不要。我们在哪一间？我们在印第树。我不止听过，还看过，因为有太多的 YouTuber 跟他们合作，所以你就是特地找他们来。对啊，找的好吧？找的蛮好。我之前很常在他们家前面吃那个日本寿司，常看到，然后我一直就想要来合作，但这次也不是合作，就是你要帮我把它弄完。老板在哪？老板，对，高老板，久仰大名。他不知道去哪一间找了这个包膜的这个 idea， 我看不懂。佛系风格吧。其实金色看起来还不错哦。最危险是这里，这个我看不懂，这一块我看不懂，这一块好像就跟你说点缀金子，然后是可以拿去烧。可这边好死不死又是加油箱，拜托救我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因为我开了他去住台湾厉害的韩碧龙，去住亲近厉害的老英格兰，开到每个地方，每个人都在笑我。我真的不知道说他这样子包会不会伤到车。这个我们专业的，我们再帮你检查看看。对，等一下好好的就跟师傅聊一下。而且我记得艺术它不只是包膜的技术，你们的洗车技术也是非常的厉害。所以我们专门做的是镀清洁的。对，就是它的镀膜，然后还有清洁。因为我看他们网络上的照片，或者是大家有来合作的精细度，真的是让我有点吓到。我真是太晚来了。就借由这次的机会才可以来吗？我昨天就跟他讲说，我要找好的，我不要找烂的。他马上。我就说这件我可以，所以我就马上过来，赶快采购。我昨天才结束行程，今天就来了，有效率吧？有效率，有效率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到哪边来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颜色，或者舍不舍吗？谁要舍不得啊？也不打火机啊！老板说其实很好。对啊，如果不要红色的这种边，还有银色的这个部分，我觉得老实讲蛮吸睛的。看这个油箱盖点缀的很好。这一块我大概知道是呼应哪一块，呼应这一块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我给他元素就是金子。我觉得可能要跟时刻工作影像团队来讲一下 Jenny 的本身 sense 的问题。我不说啊，元素是谁？我们要到哪边去讨论这部分的问题？进来就好好好 ，OK OK， 蛮活泼的，有点希望我呈现哪一面？这个蛮喜欢。俏皮俏皮，赞！师傅来了，好，师傅来了，师傅来了。我要选这个啦，我选这个绿色，师傅我就选这个颜色。好的，这个颜色你觉得吗？其实这个颜色对于平常比较运动型的客户的话，它是蛮适合。如果它还要再搭配金色。不要再金色，不要金色，好，全车这个颜色，全车这个颜色，需要一点红，一点银，不要，好，然后那个油箱盖的部分，赶快给我处理好，自己亲手撕，那一块我要自己亲手撕，没错。好，那师傅，我可以去撕那个吗？撕那个也有步骤吗？其实有啦，但是基本上我们先帮你过开。好好好，走走走，我们去撕上看。哎、欸，这样有这么快吗？废话，你要不要拍照留念、啊？不要啦，拍照留念啊，快点！哎、欸，高老板来了，快点，一起。这个还不够俏皮哦、喔，到时候贴好的时候再给他俏皮一点。我要撕哦、喔，来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如果可以这样直接撕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不要在亲近的时候这样撕？我那时候就有问你啊，我说我们要不要帮车子买一个模具的，可是你说太麻烦。像这个部分会不会因为就比如说太阳晒久了，然后它就会有这种凸起来的那个？哦，不会，就是因为你的外力拉扯，这个是还是有做那个防弹胶，把膜拉起来了。这边交给师傅撕，我要去撕最大块的。我把引擎盖这块撕下來、欸。真的哎，真的是这样撕。一般的施工期大概是多久？好好贴的话，好好贴，不用赶，不用赶。正常来讲，除了移除磨料的时间以外，就是漆面处理，包括它上面的残留物，后面还会再做一道防弹胶这一道，它需要时间去等待，等完以后我们才能贴。贴的工时大概两天，最后还会静置个1到2天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才能通知你。一个礼拜工作天这样，对，差不多这个时间。说真的蛮快的，但是也真的蛮耗这个时间功力。就是做工要细，做工要细。我们接下来就期待一下，我们一个礼拜后它的完整度会是怎么样？一个礼拜后见。老板。
板就是说要帮我细心的细胞跟细清，所以花了一点时间。今天呢，要看到我自己的爱菊，就在这扇门后面。老板有信心吗？当然，当然，有信心哦。别闹鬼，你当哦，你当哦。好 ，Open the door。我觉得有镀那层膜很重要哎，感觉这种香氛就是要配美人。美虽然说我们是 focus 在他的脚，但你的头也露出来了。我就是那个美人。你快给我滚出来！人家车子才刚清好，我觉得超好看的，我觉得蛮喜欢的。而且我原本会担心说会不会太高调，但我觉得它有点低调中带高调，高调中带低调。包的那个细节超乎我的想象，它都内包在里面。我们就是尽量不要露色，所以像那个把手啊，后视镜就是有把它拆开来包的。老板有跟我讲说，他贴了这个膜之后，还帮我镀了一个他们专门在为这个包膜用的镀膜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看起来，虽然说跟我原本看的有点不一样，可是它更有质感，质感更提升。它一样是消光的，但是它有一层那种补光的感觉。必须称赞，就是除了包膜技术非常好，镀了一个膜之后，另外我的车子好像跟新车一样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车这么干净过。哇，这个指纹都不见了。他偷传一个影片给我看，喷那个什么烟进去。哦，对，因为现在疫情严重，我们针对内装有做一些消毒的方案，高温蒸汽的部分，所以把它灌进去，然后在里面做杀菌。因为我们现在车很多都环保材质，你用药水的话会凉凉，蒸汽就是水，用那个高温去把细菌给杀掉。你是不是又对我的这个皮动了一些什么手脚？对啊，怎么感觉？这个都帮你恢复像刚出厂的感觉到。真的哎。欸、我以后车子都来给你洗。既然老板帮了我这么多嘛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必须帮观众问一下，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冲动，想要来把自己的爱车包成他们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甚至说像看到我这么干净的内装之后，他们应该也会想要来这边就是做清洁。我先从清洁问起好了。我们是一个 package， 就是整套从外观镀膜到内装消毒。我们其实没有看车种，是看面积的大小。再来的一点就是，我想问一下像那个包膜的部分。其实现在选的是水燕的纸，就是目前业界用比较好的。其实有很多的选择，颜色太多种，像我们那天就有点是选择性障碍，选了蛮久。到时候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，真的可以来这间艺术，所以它本身就是艺术，应该是你当初取名用意吧？还是你本名叫做艺术呢？我本名以前有那个艺，哦，有这个艺，然后刚好去谐音艺术这样子。你知道他昨天还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我弄好这台车了，但我觉得这台车就少了一个重点，一个灵魂。灵魂，对。这个上面就是要写一个艺术。不得不讲，我有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真的会看到有写艺术，算车友啦。对，客人。如果他们在上面打艺术，会打折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所以他们自己本身觉得艺术在我车上是一种荣耀。是过来拜托补贴的，很少像你这样拒绝我，很少像你这样拒绝我。我跟你讲，他快露出马脚了。他私底下就是这个德性。这次真的要谢谢这个高老板，没有他的话，我的车子应该是进那个焚化炉烧一烧了。接下来下一台车就是我的露营车，也来包一包好了。我们金色还有料啊，在哪里？打火机，会有把它烧掉。你看这个会不会很容易？就是比如说有人那么刮一下，它就对。比如说有时候我爸妈很爱帮我乱洗车，一般的泡沫洗车没有关系。他不要拿那个刷，还有花脸那个也不行。好，那我跟他讲，我只要开花脸，我妈都帮我拿那个水瓢在那帮我擦，帮我洗。他洗完的时候，他就在那看我，然后我就会说：“妈，谢谢你帮我洗车。”我就会给他洗车费。原来是这个用意哦。我妈很会算的啦，好不好？等不及开这台车了，走走走，快。上次老板就答应我们，他要拍一些比较动态的照片，然后他回去还有练哦。他今天还换上运动鞋，哎，真的 ，It's ready， 做一个就是稍微比较帅一点的动作，有别于里面的其他张。要 key 的风吗？对，就是我们前后一个延伸，因为你带领嘛，你领头羊嘛，我觉得看照片会变怎样。好，多试几次啊，多试几次啊。可以吗？一二三四。Thank you.